还在担心喝了咖啡会心悸吗？试试亨利咖啡，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以最天然的咖啡打造出不做作的香醇，朴实就是老板夫妇要带给大家的风格。这也是老板放弃高薪的科技公司，投入咖啡界的原因。结合了研究所所学的地质、土壤、矿物的相关知识，加上原本在科技公司的陶瓷烧结经验，将咖啡烘焙融入其中，成为亨利咖啡最独特之处。因此，来到亨利咖啡的顾客，多半是懂得品尝咖啡、具有生活品味的客人。来到高雄，怎么能错过这份极品咖啡呢？